你要逃？你跟同学在干嘛？把你们两个拍起来！哎呦哎呦哎呦，小心！小心！哇！累了，小英累了。很累呀。照顾你，照顾两个真的很累。我家老公又不在，没人帮你顾。人习惯了，惯了好吧。啊，你跟婆婆住吗？你跟婆婆住没有啊，自己啊。是哦。那我们家就现在就只有我们三个而已啊。那很累耶，而且晚上又……你晚上又自己一个人而已。一打二啊，24小时啊。小英都什么时候睡觉？我们是跟着小的，小的要9点就要上去休息，所以都上九点都上去啊。他大概都10点左右，滚到10点。哈，黄小英，你们滚到哪里去了？这边就好了，回来。不可以跑太远呢、哦。哇，阿姨看不到姐那个同学。幼童，你们两个。不习惯也不行啊，也只能去习惯他。不习惯也不行啊。对啊，要不然去哪里求援？因为婆家都在公园啊。老公不在身边，如果是我，我也会哭个2-3天，好吗？正常的。因为真的身边没有一个人陪着你哈，你又一个人，真的会压力很大。很大，所以他哭，他在皮在哭的时候，我就会脾气就会来了，我就会。那你们这边是、你那是户口是在这边呢、没有啊，户口在丰原。啊，在丰原？那、你们家小英不是读这边要迁这边吗？没有啊。幼稚园的呢？台中的不用啊。是啊、台中的没差、只要在台中就好。只要台中都是可以读就对了，不管读哪个幼稚园都可以。台区都可以，在别的县市好像，假设你在丰原区，你就是要读丰原区的。啊，其他县市是没。有差，台中是没差，他们还可以到那个苗栗、彰化那边去读啊。台中是这样啊。是啊。老师有讲啊。我有去问过啊。是哦，我老公才讲说，那个户口如果户口没有弄，你怎么能读啊？我说没差吧。